阿西的爸爸。阿西的爸爸啊，知道。西巴，西巴，西巴。你都会新驾照神谕灵突袭，玩游戏误报出口，西巴。啊，你好帅哦。沈玉玲日前突袭韩国啦啦队女神李多惠的家，还一起玩游戏考验多惠的中文实力。现实动态我们会叫做限动，怎么变两个字啊？就像你叫李多惠，那为什么我会叫你宝贝？那就是可以没有这个毛病。情绪勒索，简单的说法应该是哪两个字？把它圈起来。情，情什么呢？到底有没有答对呢？三二一。情色，情色。来，再来一题。好，来，阿西的爸爸。阿西的爸爸啊，知道。来，怎么样？阿爸。我跟你讲，也不是不对，但是阿爸就是台语，台语的爸爸，但是呢，他就不是阿西的爸爸。所以应该怎么样？西巴，西巴，西巴。好，第二个测验空耳，譬如说我说你是一包药，一包药指的是什么？漂亮。二麦也有，二麦也有，二麦也有，多少钱？对，多少钱？来下一题哦，到南部弄假牙，多念几次你就会知道了。好南部，哎，弄假牙，弄假，哎，弄哪弄哪份弄假牙？什么意思？你是坏女生，确定吗？确定。三二一，呼！那那本鸟咋呀？哎呀，那那本鸟咋呀？沈玉玲最后也不忘请多惠放送女友视角的福利。哈，看片看。再来一次韩文版的 ，Ready Action！보고싶었어오랜만이지아이고 不知道 OK 今天我们混好久了没男朋友